什么？他说什么怪意不得思别啊？人要你打职业是吧？他跟他妈姚帅骂起来了。我操，这句话有点攻击性，有点高啊。受不了他这么打我们了，干不干他？再问一遍，打了！快，兄弟们！逼他妈第一个上车，不他妈开车！不是，我怕我开不好。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就在二楼，最后一个。我操，他妈怎么？哦，牛逼牛逼，牛逼牛逼！站着，二楼，四九，你好矮啊！还有在哪？防区吗？不知道，不要点封烟了，石头后面。还有一个，石头。我，哦，应该跑过去了。救救救！打药呢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三级甲直接飞了，甲还是红的。谁的雷？他，我们近点的。死了是吧？五的。该是我的325那边。谢谢。枪站着怎么压呀，兄弟？我操！这能给我三级头干飞？哎！我操，老子看不见他！妈的！不要再……哎，这……你妈的，头又红了！我……围墙外，围墙外。这个职业，这 DDT 找不着。打倒那一个吗？好了，又倒了一个。拉起来了。啊，就这个人，这个人。看到他了，外面石头。第二个石头，哪个？